闻时事报为您播报。每年12月到3月是加州的农忙时期，今年也是如此。即使美国总统川普对于移民政策持强硬态度，依然不影响许多墨西哥人穿过边境，作为短期雇工来到加州的帝王谷，帮助采摘生菜、胡萝卜、西兰花、洋葱等蔬菜。川普曾在竞选时把在美墨边境盖墙，并让墨西哥政府买单作为重点政策宣传。但目前华盛顿对此政策依然争论极大，川普本人也说目前的美墨边境政策不会有很多变化。川普还曾承诺会增加5000名特工在美墨边境巡逻，但由于政府无法解决相应的开支和退休等问题，在川普的第一年任期内，边境的人员配置反而下降了400人。在墨西哥边境城市蒂华纳，大量墨西哥人依然会在周日上午为进入圣地亚哥工作而在全国最繁忙的过境检查处排队。他们申请的工作包括景观美化、家政、酒店女佣和船厂维护等。这些人里包括了已经获得美国公民或合法居民身份的人，也包括拥有边境通行证的人。边境通行证不包括工作许可，但有时会有特殊情况。现在来美国工作的墨西哥人比二三十年前减少了很多，但有关人士说并不是因为川普。即使现在支付墨西哥工人的工资大大提高，而且必须支付往返交通费，有时还需支付住房费，墨西哥年轻人依然对打工缺乏兴趣。部分打工者使用的签证是 H2A 签证，川普目前对 H2A 签证政策也没有任何变化。帝王谷的打工者们表示，对我们来说情况没有明显的变化，我们只是来这里工作，不想涉及政治或任何美国的社会问题，我们只想致力于工作。他们还说 10% 的国会拥护开放的移民政策，另外 10% 则持强硬态度，剩下的 80% 的国会议员不愿意碰这个问题，因为这个问题在选民中的分歧太大。以上是柳晨为您播报的新闻时事报，感谢收看。